反送中運動至今已經5個月了，人政府一意孤行強推送中惡法，到警隊濫權濫暴徹底不受約束，甚至變本加厲粗暴以緊急法的方式繞過立法會訂立禁蒙面法，政府一再聲言止暴制亂，實質漠視民意剛愎自用，強行以強硬的手段打壓示威，終至民心背向。而特首林鄭月娥她的管治班子和警隊至今是未負上任何的責任，如此種種我們都看在眼內，無不為此而感到不恥和氣憤。我自己就覺得當政權或者即係幫政權去執行一啲叫做止暴制亂的代理人，即係警察，做出一啲不符合法律或者違規的事的時候，如果一個法治社會，呢班人是應該受到相應的制裁，或者佢唔應該咁肆無忌憚做出呢啲嘅行為。但是所謂五大訴求或者更多的訴求，其實講到尾都只係一個宗旨，就是想恢復翻。令到香港成為一個真正有法治的社會，令到香港真的可以發展成為一個有民主的制度，這樣才真正可以保障到香港人每一個人的福祉，有所謂免於恐懼的自由，才真正令到我們的每一個人的生活得到保障。這個驅逐共黨攻破香港是一個在這個議事，就是說香港人覺得這個中央政府是香港最近這麼多社會運動一起根源，是中共他們違反了這個中英聯合聲明，不斷去干涉香港的事務，導致香港人原本平穩的生活不斷受侵害，令香港人不可以不出來反抗，而中共就是這一切的根源。所以我覺得我們必須要將共產黨在香港的影響力驅逐出去，令到香港回復回以前應該有的樣子。我覺得都是那句天滅中共，大家退黨保平安。我這樣說，香港人這是一包很簡單的生物來的，有飯吃有嘢玩，咁樣就唔死嘅。所以香港人基本上都係唔係嘅呢啲政治。但係最重要嘅問題就係，咁咪中共對香港嘅干涉喺2014年就係不斷咁樣大，不斷令到原本追求安穩生活嘅香港人都察覺到異樣，覺得香港佢安穩生活就係完嘅，所以先會企出嚟反抗。淨係因為咁樣，絕對人嚟揾到知道我根源係中共，幫你發現中共所操縱住嘅建制派不斷咁樣。去做一些事出嚟，去擾亂香港的和，擾亂香港和諧安定，擾亂香港的民主，甚至見到的就係開始喺警察入邊開始問啲武警和解放軍的時候，你又發現到中共對香港的干涉和侵害不斷咁樣去加大，不斷咁樣變得更加嚴重，所以覺得驅逐共黨係好重要的，係一個終極目標。可以啟動到呢個罷工罷課罷市啦，因為我哋香港市民已經盡了很多的努力啦，無論喺我哋嘅市民啦，我哋嘅做咗好多嘅方法去遊行、去靜坐、去表達我哋嘅訴求，但我哋覺得政府都好似唔係好接收到或者唔好遵從我哋嘅訴求，所以我哋希望可以用一個比較都係温和但係成效比較大嘅方法，就係罷工、罷課、罷市，令到可以把香港嘅經濟啊個人可以影響到，等政府明白到我哋嘅決心、我哋嘅需求，可以回應我哋咁樣係。
由於今日出現特別情況，典禮程序需要改動，畢業典禮現在結束。Due to special circumstances today, there will be change of order of the ceremony. The ceremony will end. I declare this congregation